在网上买了一个砂锅回来，今天准备来炖骨头，买的一个白色的。看起来可以，买了点瘦肉，买了点那个，这那叫啥子骨？那个也是排骨了哈，那个部位。这儿再整点瘦肉炖到里头，瘦肉没炖完了，留点下来。现在给骨头焯水，倒点料酒，放根胡萝卜和萝卜一起炖，再弄点香菇，把瘦肉也倒进去煮一下，捞起来，冷水透一下。先把排骨炒一下，油没放多了，姜。把汤拿下开水，开个二，一，我看它倒到砂锅里头，慢慢炖。先放点点盐，开个锅来，准备点葱花。耶！那个是啥子情况？汤多了吗？放点石头粉了，把萝卜放进去。差不多了，香菇也放进去。炖焦香了。有人要晓得回来啊，莫回来噻。一人放那个椰子能够。还有个，不许抢哈。哎呦，那里。哇，发了，可以了，汤都炖干了。还是那个砂锅炖东西炖起香啊，而且还快。放点葱花，开饭，今晚上不用起饭了，那么大一锅。
你们两个本来该去，磨得那很跳。那个萝卜也真的弄怕你。狗上，指向，嗯，坐起。